本场竞演的第三名是张韶涵，腾格尔老师第七名。因为我看到的名字我都觉得非常吃惊。比赛越来越有意思。这是我们的鼓手俊逸，大家好。贝斯手马苏，大家好。这我们吉他手贝尔，键盘手我们的吉他手比利哥，全是来自内蒙古的。有一种传说说那个蒙古人的图腾就叫苍狼，最早是93年成立，20多年了。天堂啊，感觉就是重新那个。对，当然我看到震撼了。兄弟们，那个咱们上乐队上的时候，我也表现得好一点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上舞台就玩命，就是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。我们目标就是拿第一。敬腾哥一杯酒。好，乐队的，我们的目标是让腾哥这回是歌手的歌王。